所以不可取，不可摄。不可取摄是两桩事情，不可以取相，也不可以说。而如来呢，以四悉檀因缘一口的说，但所说法了，尤其随顺四悉檀故，所以一文一句，一文是一个字。啊，往不超前离间，没有不超前离间的，离过绝非。戒不可取，不可说，非法非非法也。这些话，欧耶大师说的。那么这个地方提到四悉檀。这是名宿，啊，我们参考资料里的有，从佛学大字典揭露下来的，啊，佛之说法不出四悉檀也，啊，悉檀。是梵语音译过来的，啊，有四种。古斯把它翻成尘，为以此四法成就众生之佛道。啊，这四种方法能够帮助众生修行成佛。它翻成成的意思，成就的意思。南岳皆习为汉语普遍之意，檀呢是梵语檀诺之六，是布施的意思。啊，那么南岳大师的解释，佛以此四法普施众生，故云悉檀。这个解释的很好。啊，天台大师就是华严宗，而不是法华宗智者大师，他住在天台上。啊，他随顺南岳的说法，这个解释的好。啊，这个名词习是中国字，檀是梵语，叫繁华合一。啊，习是普遍的意思，檀是布施，普遍布施一切众生。啊，用这个四种。下面与安悉檀，与心已知悉檀意思相同，啊，成就之意。啊，这个与是黄念老。那意思我们明白了，普施成就。啊，普施从事上讲的，因上讲的。成就从果上讲的，啊，四种列在下面。第一个叫世界悉檀，啊，佛先顺梵前，用人我等假名，随顺众生所要而说世界之法，令闻者欢喜，是曰。佛教化众生，啊，开头叫什么？
斯阿含，佛在菩提树下开悟了，出定之后到落叶云去讲四谛法，苦集灭道，那都巧成如灯无比丘。这是佛法刚刚展开，要随顺众生，众生喜欢什么你跟他说，他欢喜听。你说的是正法大法，他听不懂，不喜欢听，他就不来了。所以要看他是什么程度，理上没说错，事上合乎人情，这叫实践习的。那么这里内容是什么呢？我们中国人讲的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这是世间人喜欢听的，很容易接受。讲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，很乐意接受佛法的孝学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叫为人习的，他得加上个个为人习的，这就是因人施教。每个人的根性不相同，前面是普遍的，这个是对治个人，佛说法见众生之际，随机一致大小，续种之前身，说个人所应之法，令彼发起正信，增长善根。共同教学里头有不同，每个人根性不一样。佛知道，知道这个众生过去生生世世在哪些道里头，有哪些习气，有哪些业障，佛全晓得。佛专门用这个方法来教他，启发他。他的机有大乘有小乘，是大乘跟他说大乘，他欢喜；是小乘的要跟他讲小经、小乘法，他能接受。续众是之前生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所学的东西，要学好多遍那就深。他所种的深，学的遍数少，他的根就浅，我们叫善根。福德因缘，每个人多少不一样，种类差别个个不相同。佛总是因他过去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帮助他提升，帮助他成长，这就叫为人习谈。为人习谈里面，你看，令彼发起正信，增长善根。他真正有正信，有善根，这可以教了。没有正信，没有善根，
这个人根基不成熟，只能接受世界邪谈，其他的不能接受。啊，那么世界邪谈里面熏习久了，有个十年、20年的熏修，逐渐呢，善根触动。啊，对于大法能接受了，佛给他讲，培养这个善根。啊，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，阿赖耶识里头种子种下去了，来生后世再遇到缘呢会增长。啊，那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，在这一生当中闻佛法啊，的人生闻佛法，而且闻到经中还欢喜心受，这个大乘经上佛说，这个人过去生中多生多劫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啊，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，得无量诸佛威神加持，他很容易接受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天天在这里学习经教，有很多同学远道而来，真难得了。我们的邻居隔壁他为什么不来啊？他这么方便几步路就过来了，他都不肯来。过去生中没有这个善根福德因啊，虽然缘就在隔壁，他就不来。啊，从这个地方我就相信佛所说的，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得到佛力加持。啊，佛冥冥当中加持你，你自己不知不觉就来了。啊，能生欢喜心。第三种呢，对治，对治是帮助我们断烦恼，帮助我们改习气，因为烦恼习气障碍菩提。障碍慧根呢，一定要断呢。你看，贪欲多者，教以慈心。啊，贪欲心，啊，教他发慈悲心。对治贪欲，自己有财富，有聪明智慧，有技术，有能力，多行布施。啊，布施带给你的成长。啊，比如说财富，全世界。绝不是局部，不分国家，不分族群，不分信仰，谁不爱财？财从哪里来？没有人知道啊。
啊，世间人所认知的是错误的，才从财布施来的呀。越施越多啊，这是正财啊，这不是邪物，是你应该得的啊，所以说命中有的，命里有财富，从哪来？布施来。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喜欢财布施啊，这也是生当中才得大财富啊，聪明智慧人人喜欢，从发布施来的。人肯修法布施的聪明智慧啊，健康长寿从无微布施来的啊，欢喜修无微布施，这个人肯定得健康长寿啊。所以布施是因呢，你得到的是果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好好修行，你得到的才是真财，那个财丢都丢不掉的。啊，用不正当手段所得的财富，还是你命里有，你命里要没有得不到。但是这样得来的财富已经打折扣了啊，譬如你命里头有100万的财富，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，得到多少呢？能得到50万，你命里财富打对折了，吃大亏了。你用正当的手段的时候，你会得100万；不正当的手段，这得50万，自己觉得很满意、很了不起了，其实亏损太多了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啊，聪明智慧是法布施，我们知道东西，喜欢教别人。啊，不要练法。我遇到有人呐，练法的，教人怎么样呢？教一半，另一半不教，为什么？怕别人超过他。这个大错特错。你肯教人，完全教别人，你自己智慧增长，智慧不断增长。你练法的时候，智慧不对，不但不增长啊，智慧慢慢退化了，违背因果的道理嘛。啊，无微不施最重要的是绝不伤害众生，这叫无为。啊，无为布施第一个就是素食，不吃众生肉啊。啊，不杀害众生，啊，不杀生，不吃肉，爱护众生，啊，放生，这是爱护众生。帮助贫苦疾病的人，他们需要人帮助啊，这是属于无微不施。要多做啊，
企业家有这个能力，用什么方法回馈社会？你在社会上赚了很多钱啊，最好的方式，你去经营一个育幼院，去经营一个养老院，收这些无依无靠的老人啊，你来照顾他，这大功德了啊！要把这些老人看作是自己的父母一样，尽孝，提倡孝道，这功德多大啊！孤儿，现在孤儿多，那你好好去养他啊！最好的呢，是这些堕胎的啊，劝他不要堕胎，生下来你不要了，给我，我来养。但是救人命啊，这个功德很大了，也叫这些做父母的人不要犯这个罪过，那个罪很严重啊。这一举救了好多人，救了小孩，也救了他父母啊。那么这些小孩将来会很好教啊，从小教他选择一批保姆啊，保姆要懂得胎教，虽然他已经出生了，保姆要把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做出来，做好榜样，让孩子看，从小他就看到这个啊，在这个育幼院里头养成，这是个大家庭啊，小孩从小心量就放开，没有自私自利啊，一切为我这个家庭，为我的团体，这是好事情啊。再就是办教育，培养师资，培养什么老师呢？培养专门教幼儿的老师，太重要了，全世界都需要啊。你能够经营这样的一个学校，他在这个地方训练，训练成功之后介绍到全世界啊，将来全世界都会重视儿童教育啊，重视弟子规教育啊。印度尼西亚今年要推动小学、初中，全国这些学校，小学、初中，推动《弟子规》教育，需要大量的老师啊！这些老师都是菩萨，都是来救世救人的，不是普通人的啊，所以要有企业来支持啊，来拯救这个社会救这些苦难众生啊，帮助社会走向永续的和平，大功德了。
啊，你这一生修的企业，做这么多好事，来生利益好处，我有理由相信超过你这一生10倍以上。你世世代代兴旺，为什么不敢？啊，让你的富贵生生世世永远享受，不至于堕落。啊，那么愚痴的呢，叫他因缘观，如是是种种之法要啊。啊，这就是以讲经教学。啊，除亲众生之恶病，贪嗔痴慢疑是病，自私自利是病，损人利己是大病，是重病。啊，最后第一义谛懈怠，啊，第一义懈怠，佛见众生，机缘即熟，这成熟。第一义一定对成熟人讲的，啊，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，啊，《弥陀经》上所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彼国是极乐世界。机缘成熟呢，说诸法实相，跟他讲真的，这不是讲假的了，令彼若于真正啊，无量寿经，幸运持名，求生净土，是第一义懈怠。啊，后面做个简单的总结。要知佛实摄前进之事理，啊，戒言初机，令闻者十月者，啊，令闻闻者十月世界，这世界是的，令众生生善根者为人，除遣众生之恶病者对治，使误入圣道，这是第一啊，帮助他开悟，帮助他证果啊，这是第一啊，这叫四句谈。所以一文一句，也可以说一字一句，啊，文是文字，没有不超情理解，历过绝非呀，过是过失，非是错误，啊，能够远离过失，能够断绝错误。而皆不可取，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啊，所以佛说的法自己要领悟，真正明了之后啊，要落实，要把它变成我们生活，变成工作，变成处世待人接物，让你念念生智慧啊，行行，每一天的行动都是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这个生活多美好啊！
这才叫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每一天不但不造业，天天增长福慧，天天断恶修善，天天积功累德，这日子过得非常丰足啊，这多快乐啊！啊，这一生不断的提升，来生的福报不可思议。啊，对佛法不要执着，佛法是活活泼泼的，啊，不是死板的东西。真正明白之后，佛所说的一切，不能说它是法，也不能说它不是法。啊，叫非法，非法。